那你刚有烹饪吗？他拉你的时候，那个第一次他抓，因为那真的是我们的第一次啊，因为对我们感觉在加分，对，加分，被强吻。可是我现在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这样，我不会再因为你对我亲密一点啊。我就在那里幻想，你会不会有好不容易喷完气，然后哭哭啼啼的，而且还好被强吻，不是我主动。好不容易你可能会感冒，因为他鼻血。我也没好呢。本来早上也是鼻子过敏。对啊，好伤心就好。对，好棒哦。还好今天天气蛮好的。对，超幸运的。觉得就要说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之乔乔乔，记得要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支持消息立正，我爱你哦。